其实现在时间很晚了哦，真的，我刚刚是本来想说睡觉，你看看哦，这台北时间啊2:41，然后你看看我这观众啊，14分钟前啊，这个是另外一个，这没事啊，这不重要，这个你看是不是2:30，你跟我讲说你抽中觉醒池，对不对？你要讲你也是3点钟在讲吗？是不是？你不能这样子吵人嘛，对不对？那我决定我就继续来打架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也不要睡觉了啊！赶快来强化了，把这个菜给他收一收，对不对？你要去想一下嘛。这个时候2点多在抽卡，2点多抽卡是比较欧洲，是不是？讲真的，2点多抽卡的人本来也不多了，然后抽到觉醒石的人更不多啊！抽到了觉醒石又是2点多，又来敲人的啊！那可能全天下真的只剩下你了。哎呀，我这次数没有关系，直接买了，是吧？500万占地，怪人画爆山，这个不行啊，这不行啊！这里还有一个怪人画爆山，臭老脸，你这什么年代，你还在用臭老脸呢、啊？对，这爆山，你看看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在800多位抽错角色了嘛？那这个其实这场战斗没什么得看的，我们直接到竞技场比较快，这里也比较刺激嘛。好了，然后这个叫女权超人，哇，这角色，你们昨天跟你们讲说这个格罗迪巴斯真的是被。普洛斯，我觉得刻的不要不要，你自己看，什么角色强，我们就说什么角色强啊，什么不厉害，像这个怪人花爆山，平常耀武扬威的，现在已经到了 UR 时代了，你这爆山，你看一下怪人花爆山可以降攻击，哎呦，黑光怎么只有打七啊？等一下等一下，怪人花爆山打在普洛斯上面，没有打到水龙，那么你看格罗迪巴斯哦，这次分过去之后，水龙的血条，你看水龙是。广西水龙头血条，哇哇哇哇哇，1300万，有没有？你看他，再乘以二，他暴杀又乱打一通。好了，来了啊，还是很痛，今天很痛，很奇怪。4700万，还没有结束，刚刚是反击，主体又来2000万，跟个口蹄疫一样，没有了，2300万暴杀头，诶。为什么他诸神？哦，对对对对，这只诸神是保护队友，我都快搞混了。对了对了，这个队友快不行了，他会吞起来嘛？他再放出来。哇哇哇哇哇！你这个时候再打过去就夸张了。哦，格罗迪巴斯还是很强哎，怎么办？你看看，我们的水龙被格罗迪巴斯弄倒了，也不是包赢的嘛，对不对？你看格罗迪巴斯啊，你包括深海王什么的角色，就是生念就没错了。给一个超能，谢谢。你这超能不是很多了吗？你这超能有3只了呢，你要干嘛？你那么多超能，你又不会飞起来啊！现在的人太坑了，这不会太坑？你抽这个角色，你都是马上跳着抽，是不是？哎，你们这些人都很奇怪耶，对吧？有的时候好好赚钱也未必是个坏事啊，有的时候适当理财。也是个好事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要取平衡，绝大部分的人他很难取平衡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耳朵呢听的方向不对，知道吗？就是说，我都建议你们所有的事情都相信自己就好了。啊，你不要听到人家说的啊呦喂啊呦喂啊，不要听这些，啊，听自己的就好了。不知道为什么凌晨都很亢奋啊，就是说。特别容易想笑，这也许就不是一个很好笑的事情。那我刚刚看到背心大师撞过来，啊，我又觉得很好笑，哎，真是的，来了来了，哎，普洛斯还是贫血，1730万还是倒下来，我的妈！今天为什么怎么作战都开始这样子啊？都不屈不屈不屈，而且我们现在哇，今天状况不好哦，今天状况不好，然后目前是一样520几万战力。今天普洛斯哇哇哇3000多万，这个是旧版的大众眼啊！哇，那这个对手他是纯粹挂着超能，然后棒球棍3200万，试一下好了。我是觉得打不赢了，他这个球棒的战力太高，卷起来可能要卷到2000多万，2000多万的球棒跟之前打的对手人家卷1000多万是不一样。不过这一场我们水龙速度还是拉得很快哦。哎，那不好说，他是驱动骑士吗？战力差很多，就是差了很多。连续也开了，开了之后，他第二次是饿狼，
啊、完了之后换我们，这次还没有，这反击、啊、不对，刚刚是追击不是反击，那 有反击有追击、啊、有主体攻击，来了来了，水龙又来了，哇哇哇，二郎又锤，不过这次没问题，他趁机是主体口蹄1200万，广西水龙头3300，1700再一拳2500万，后面倒了一只，然后水龙是乘以4，下面的护体大概是7格8格，哎不止哦，8格。豪杰，水龙这边是没有问题，那棒球棍就不一定喽。哎呦，有些闪掉了是不是？好，等一下时间，二郎还好，他没有气，他没有办法突破不去。这凤凰男都有点强，你加了内伤之后，二郎的血条直接挂到没有了，扯平了，连僵尸侠都打了一个429万的伤害。那么第二回合后面是直接收头了，那前面的话要看看哦，看看深海王会不会收掉哦，因为深海王他现在要触发了。亚萨克完了之后，二郎又来了，我很可惜这次没有找到水龙，广西水龙头660万，亚萨嘎，广西水龙头目前是乘以4，普罗斯恢复治疗效果是什么呢？还是乘以4，先行动再说吧。1000万完了，再打一次广西2000万，连前面2400万，前面护体深海王超多，这一场可能没有办法赢哦。这深海王是满出来的护体590万，我们遇到大魔王了。不过是目前看到水龙还有一个乘以5的护体，双重护体乘以3扣得很快，30金属棒球棍吸血拳头，这一个血条快没了，快玩完了，快玩完了，还有一口气。凤凰男内伤之后的灼烧，我的天，1700万之后水龙开了不屈，这次不屈先反击，还有没有办法回血？也有了，白普罗斯的血条回了一些，回来了之后下一回合水龙有没有办法赢了？水龙吹流水龙，这白色的护体有增加，有在增加的没有下面的护体快。这边完了，再一下2700万，再给你吹一下2000万。本场战斗还没结束，棒球棍卷完了之后，主体吹流可能要倒了，吹流要倒了，我的天！哎，还没有倒，所以我们要宣布本场赛果了。棒球棍又起来，卷了一次僵尸侠挡住了，本场战斗青铜组冠军。获胜，诶啊怎么还没获胜？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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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本哎呀没有获胜啊，诶获胜就夸张了，月赚2800万，这一场我是打得赢了，我们是打得赢了，想一下办法就好了，这问题不大，因为刚刚这个只有差一点，就是你看看它的极限应该就是这个样子了，月赚2700万啊，对不对？月赚好多了，这个也是棒球棍，我为王者，何惧人下？兴趣使然的英雄。这边还有一个普洛斯，有居士，有格罗迪巴斯，对不对？你们自己去想嘛。这水龙，你看我的阵容是这样，这四只就是插花的，主殿就是两个，要凸显这两个角色的特质，是吧？所以你看看，它有1、2、3，至少它两只是新的，但是它下面呢？哦，有也是有插花，哎呦呦，可是有一只是格罗迪巴斯。以这种战斗来讲，哦，过去以往我们两个他战力是1200嘛，我是500万，我是居下风。可是现在这个自从有了这个水龙之后，就说这角色到底是怎么样子，你们就看战斗好了，好不好？讲得很清楚了，就说水龙其实是很厉害。对面这个是乘以7，好夸张哦，乘以8耶。他为什么一开始开局那么多？你看水龙，你在做什么？是不是？你叫人家看到，人家看到战报，他打开来怎么办？眼睛不就凸出来，凸大大的吓死人啊！你不可以这样子去弄人家，这是啊，是吧？哎，好。乔治先生啊，这个大头的疫苗人，哎，我们赢了，我们打后面，他前面这边也是给你刷新了，哦，刷新，他那个还要再刷出来，刚刚那个，新年快乐，现在
这可能退坑了吧？在去年去哎，今年到深海玩吗？今年2月玩的时候还在。好，铜帝二郎大讲演。好，那做完这些事情呢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角色好了。有没有？我水龙现在是这里还不能突破，因为这100级啊，100级对我来讲很高。我们有很多资料往上升嘛，所以现在这要时间，那个是要时间。然后这个地方是稍微一点点卡吧，但是卡的问题也不大。那目前的话，水龙攻击力就差不多在之前一样，维持60万。然后印记也是这样子。那普洛斯的话，印记高级的还没有开，因为这个不够，但目前攻击力是25万。然后这个的话，目前还在这里，还有一段时间，是吧？不过这个可以啦，这个我们弄一弄，我们先把普洛斯等级往上升。80，然后这边再升一阶，升一点点的话到26万攻击，然后刚好第一个那个材料的话，它然后不足，有体力的话就先给它扫完，扫一圈，明年再扫一圈就比较快。搞一搞，普洛兹就90级，还到不了100级嘞，还到不了，哦，到不了，不过很快啊，你看它这个都快满了吗？好，那么好了之后，我们再到这个地方吧。我跟那个关卡已经卡住了吗？再打看看，哦，有点卡住了，这打不太赢了。升6次，168关。这个是对手好像太强了，然后血条太多，所以我们现在是揍不下来的哈，揍不下来。水龙够强了，水龙这个角色是我觉得玩一拳超人玩到现在，我觉得他是最强的角色，我最喜欢又最强的。这是本来不喜欢，本来刚出来之前我看这个样子就讨厌。其实上一个版本水龙我就不是很喜欢的。就是说，上一个版本可能是打后排，对吧？然后，哇，普洛斯3900万嘞，越来越高嘞。你看我普洛斯现在是25万攻击，你们刚刚看到了吗？对不对？3900万。就上一个版本出来，米尔特别喜欢，因为你同一期的角色比起来的话，当时确实他是属于特种角色，对不对？特种的。所以那个时候小刚去练这个水龙啊，我就觉得很特别。好，2400万，然后。我们普洛斯还是倒了，那水龙也是倒，是因为有不屈，这个那么痛，正常本来就该倒了，这当时你要打赢是很难，给你一来就不屈直接过来了。不过我们这边吃一个反击，完了之后还有几轮，还有机会，这次搞不好可以拆下来哦。看前面喽，前面还没掉，后面那只掉了，差没多少，差一只。又再存一下，这次打不过了，这次打过了，刚好过了，有没有？他差一点，我们都快倒了，到了169关，哇！这深海王看一下好了，深海王4950万，然后我们这边是500万左右，差了10倍，这也是有史以来爬的最高的。那么如果有搭配其他角色，我觉得，好，你格鲁迪巴斯是不错啊，居士打这关应该也不错，搭配水龙有没有？两个搭配打够快。所以你们如果有抽居士的话，我觉得问题也不大。他本来是一个燃烧，然后水龙，哇，普洛斯又来了，你看看啊，普洛斯的伤害开始稳定了，3000多万了。这一次普洛斯的单元拍到现在，到明天就出专属武器了，明天至少我们要看到专属武器。然后没有用另外一个账号了，就觉得真的是差不多了。就说你用另外一个账号。比较孤单，就只有一个普洛斯，然后更何况啊，我们这个单元像这一期的，啊，到月底了，下个月就换一个新账号了，这个不用了，所以这个也剩下没有多少时间了，我们能够看到这只水龙也没有多少时间，时间到了也是要离别，是吧？不然你们以为我还会继续玩呢？怎么可能啊？时间到了就放着了，我们任务就告一段落了，这人该离开就要离开啊，我不是说。那个离开啊，你们不要想远了啊！不是那个离开，不是我意思说其他的离开，不是这个离开啊，不一样，是吧？果断一点，跟水龙一样，水龙出招就是很果断。哇！你这一次竟然连这个都给他收下来了啊！这个也收下来哦，啊，到了170关了，那最后一次了，这场玩我们就结束。好，今天影片就结束。这5000万的530万打5000万，大致的深海王，这能不能打赢啊？这关多强我都忘记了，因为一般来讲的话，老区嘛，因为你过去可能是3000万、4000万甚至5000万战力才有可能看到这个地方啊。
阿诺斯才有可能有机会可以打赢。哦，等一下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去看，我忘了跟你们说了，就是那个有没有有另外一个关卡，那个就超人格斗的有四个的，有没有有方块的那个，我一直说忘记名字了。普罗斯固定打一个3100万，就是那个集训中心啊，我们等一下去打一下那关卡。我的水龙上次打了48关嘛，我们看看48关。可是昆布打一次3600万，这个也是锤的胖子1200万，啊，章鱼也是1100万，你们提早要反击了，你这护底开也没用，你这护底开，哎呦，差没多少，真的撑不下来，太痛，很快这，我的天，他直接就硬把深海王给锤下来了，不过也没有办法，撑不住，你看撑不住，撑不下来，速度调一下，速度调一下，可能，啊，不行不行，这个调不了，好，先这样子，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走。这边，然后你看我的格斗打了48关，之前的摆阵我有点忘记了，你正常前面可能稍微挡一下也都好一点，哦，有加点护体，然后豪杰啊，豪杰48关假面，还有谁呢？我都忘记这关有谁，哦，也是就是杂鱼系列啊，就是说很多只，但一下基本上就是一只。那么假面，我们现在黑光放在假面对面，看起来也是 OK， 都没有伤害了，这基本上都没伤害。你还是只有靠水龙，48关了，这48关很强哦。当时你们有玩的都知道了，这个后面的48、49、50要快全部了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这饿狼一涨价700万啊！内伤怎么那么厉害？哇哇哇！一掌，一掌狼，连恶狼都可以打的。诶，那之前48为什么没过？他后面还有是不是啊？这么轻松啊？哦，啊，我之前是等级啦，那这个可以的，那个都通关了。那既然也来了，我们结尾的时候来看一下，来看一下这个普罗斯，对不对？给大家关注一下，我们打这个关卡，其实它有一个指标。它的指标就是，我先放上来。等一下，哦，天空王，减伤没有2颗星，乔泽，它这个指标就是说，你可以看到，你其实看得出来，你看看哈，以往我的新手账号打这个模式，基本上很多关卡都打起来有点吃力。那么今天呢，这个打一个全屏的，就是我有提到的一个问题。我们现在是核心没有启用，对不对？可是可以单独的去看一下攻击的伤害。这个也是蛮真实的，600多万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是不是25万攻击，在这个地方接着就打600多万？核心没有开启的话是这样，那你要开启核心，这普罗斯的作用才出来，所以差了特别多。而且普罗斯这个样子我也不知道怎么说，也就是说长的样子啊，你们觉得怎么样呢？好了好了好了，我把这边领一领，这边刷新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橙色的道具可以买的，我们需要点装备，看一下征服卡。哦，我对了，我那天有刷到这个，你看我没有跟你们讲，我有刷这个暴击征服卡哦，哎呦，下面还这么多攻击力啊，欧洲人啊，你看看我是欧洲人。好，这个再点一下，多少？26万6。这水龙也是，这材料目前不大够，装备加了点速度，然后这边普罗斯弄啊，这个还在弄，也留着要专属武器了，我不得这个金石要留着了，这金石不够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明天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